哎，那停了，狗，开始了。
如果皮带太松的话，就挑下面。这个大就是这个的话很简单，套住这里，把这个推进去的时候，这个一定要和皮带产生摩擦。这个通常的话一般都是放到很低的，因为可能操作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女的。
这个罩子的话，根据需求，很多客户现在是不用装的。就是装在这个位置就好了。